哦，三次，这样不太大。好，再来数一次，看它的频率啦，大概就差不多。六、七、八，现在在佛罗里达，因为已经到大概他们的午后雷阵雨的时间了，所以准备要进入他们的暴风雨，没有啦，就是下大雨的区域了。看天超黑的，真的，真的。这不叫 Shiny State。二十一、二十二，不，我一看前面，这边最看得到了，二三，哦，你看。有吗？刚刚又有了。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。我都没有啊。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。放弃了。看旁边，后面天多亮。哇哦，真的好黑哦！你看，后面天超亮。等一下就会下大雨。然后转到这边，哇，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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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暗，全部都暗了。